然后这地方充满着死亡的味道，然后等一下就有一大堆。对，我要出来了。我很好奇，这些名就是骷髅，他哪来尸体呀、啊？哦，这家哦，这家竟然加蛮多的哦。哦，他们又站起来了，报告老师，他们很有精神站起来了。OK， 我们来这边。这只叫什么豹皮豹儿？哎呦，特等的什么头盔？嗯，不要。OK， 来到这个什么？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什么痛苦之厅吧？文欧特。我就要把这些尸体炸掉。凶了，让我看一下哦。我再点重生的话，我要点重。不是说重生我要不要点，是说如果我把装备换过来之后，我就可以点它。但是如果我没有把，我还一点哦。可是如果把装备换走的话嘛，重生这个重生就不会启动了、啊。钢铁魔像点一点之后。等一下哦，重生好吧，反正下一等就点重生好了。痛苦痛之听，等一下，我回去看一下，它几乎点是哪一个？为什么？如果我装备给它换走的话嘛，那我重生。我想一下，我一定得把技能这样依序点下去嘛，然后他这个重生就可以点了。但是如果我把装备换过来的话，这个技能也是可以点。但是如果我把装备给换回去的话，你前面的技能没有点出来，你把装备换走，他这个技能就失效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应该是这样。冰河小径。水晶通道，我还没到冰河小径啊。然后痛苦之厅 ，OK， 先去痛苦之厅。现在什么苦痛之厅啊？哦，有 boss。看一下，把这个喝掉。好，我去干，字幕还在延迟。这边的，这边的怪好像是第三章啊，边怪。
怎么狂热信徒是第三章那边的怪啊？哦，过好多过，那边好多。魔杖，墓地魔杖，看一下是什么？钢铁石魔偷取生命，哦，啊呜，哦，我要用这个吗？各位观众朋友，我要用这个吗？我要去找恰西注入吗？哦，有精英怪。他是不是一直补血啊？我发现他好像一直补血。哦，没事。快点进入点阵而已。哦，好多怪，好多怪，那边。快点打过去，打过去，打过去！我快升等了。我就快升等了。哦，经验神殿真好用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招加，招加，招加！趁经验神殿还有时间的时候，赶快多练几等。哦，好多好多好多！炸过去！哇靠！还好我兵人抗性很高。哦，好多好多好多！我今天神剑这么快就没了。特等的真战重锤，双手的，然后这战锤，金角头盔，看一下是什么样的。野蛮人没有用，拜拜。哇，好凶好凶。哦，他只是往我这边冲欸，他直接往我这边冲。你有这么恨我吗？干，我中毒。干，而且他超毒的欸。我干给你啊！我要死了！哎，真的耶，他超毒的。
我靠，有没有这么毒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要回去，干，我快被毒死了！干，我要被毒死，我要被死！哦，没事，哦，差一点，哦，报告老师，就这么差一点，我还以为我真要去了。他妈，我差一点就去了。滑腰机，哇！快点过去 ，K 他、啊！OK， 哎、欸，等下这个可以，哎、欸，没事，我以为有东西可以踢。有时候那一些什么箱子嘛，或者是什么坛啊、什么碗之类的，可以踢破，有时候会掉符文。是这里吗？哦，哦，这什么守护者？他超毒的哎！嗯，没有。骸骨头盔？没有。哦，好多！先等个点重生啊，对不对？重生流，我的重生流终于来了，看一下七 MF 七，哎，最多四只还是五只？四只。终于啊，有重生了、哦、感觉更像个死因法师。这边没有记录点。那走下面啊。哎、欸，可以召唤这大的、欸，看一下哦，记录点。哦，他也会攻击啊，只是他的攻击速度也不是说很快、欸，所以可能要重生比较强一点的怪物。哦，沃特之听，对，我不是要这里，我要先找一下那个，找一下记录点。
哎、欸，我刚才是，我刚才好像有一段话讲什么重生点，是记录点，不是重生点。哎、欸，这是记录点哦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按点的，我刚才就这样直接点过来，然后就点到了。哦，被点点哎，然后也点到。OK， 我们就可以准备找那个尼亚赛克啊！哦，还有蜘蛛，我要召唤蜘蛛吗？蜘蛛也可以召唤，好恶心！我搞不清楚哪一只，刚刚有一只重生的蜘蛛，然后它中毒了，我以为它是怪、欸。哎，不对，我应该重生这个弓箭手才对啊。哎呀，蜘蛛重生的蜘蛛死掉，那重生弓箭手比较好一点吧，对不对？哎，有 boss， 有 boss。哎、欸，那个 boss 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只是巨大蜘蛛而已。哎呦！所以他重生不管多久，都好像180秒而已、欸，就180秒三分钟而已啊。OK， 你要赛克，你在哪里啊？哇，都怪了！哦，他在那边啊！你要死哦！干，我要死了！干，我什么时候？哦，等，回家！哦，干，我刚没注意到，我被撕哦哦，像被他撕爆给打到了。哎、欸，买太多了，干！我刚好像被他撕爆给打到了。快点过去！你要赛克，他在这边。OK， 好啊，看一下我放个衰老，哎，衰老在这个，放衰老才对，哎，放衰老他就不会做事了。他说什么东西啊？放衰老的话，他比较不会做事啊。耶，他不会跑，耶，没东西了。啊，就这样。哦，这是他的骨头哎。OK， 白鹅，好。哇，这么快。我想一下，OK， 去找一下安雅。然后他会在我一个东西上面刻上我名字，也要刻名字。冠上名字，好吧，冠上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好了，这个可以吧？其实冠上名字好像也没什么差别。我要回去第一关，然后把这个拿来用吗？看一下、哦，我好像还有其他跟法杖。我要用拿这个来用吗？特等加一衰老，然后这加偷取生命，
钢铁石魔特等的，要用这个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是我随便拿来用，我就随便拿来用好了。回到我们的罗格营地啊，久违的罗格营地，注入魔力，可以吗？看一下哦。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就用看哦。加一召唤物抗性，这个一样是加召唤物抗性，然后它有加那个附身骷髅。我想一下、哦，我要用这个吗？好像没有说很好，我看一下。对啊，如果我把装备换下，我就没有施暴了。靠，偏偏就是这么的不刚好。哎、欸，而且它还有一个孔哎、欸，我靠，它居然还有一个孔，那怎么办、欸？各位观众朋友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想一下哦。好吧，这个先留着好了。加一重生，然后我原本是打算把这拿来用的。嗯 ，OK， 先这样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去打野蛮梗了。